不许坐车是吗？哎，我昨天问他了。OK、yeah.。喂。哎、yeah.。他的名字啥呢？能摊上吗？你再说。那你还去健身房吗？你该有多少多少。你让你系统能起来以后，现在就不能装啥功能了。帮你杀了，那个原来你是连啥门面都做不了。大家，你们三个都坐里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风霞彩虹大型新年专场经典演唱会新闻发布会现场。那么我们这次的新闻发布会分为三个环节，第一个就是主办方对我们这个晚会近况进行介绍和小结，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到场嘉宾的合影时间，第三个环节是答记者问。在半个月前，在同一个地方，在这里，我们举办过第一场关于风霞彩虹晚会的新闻发布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是，皇后金融集团正式加盟本次的风霞彩虹晚会，可谓是强强联手。首先呢，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。皇后金融集团的总裁蒋志成先生，天弘集团的董事长戈登义先生，我们晚会的策划团队总导演谢征女士，总策划王东先生，我们的财务总监 Jessie 常女士，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是吧，还有我们主持人安妮女士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著名的歌唱家王林女士，还有哪位我漏掉了吗？张慧萍，还有我们的女高音歌唱家张慧萍女士。那么同时呢，也感谢我们众多到场的华文媒体。祝大家